太棒了，这个人。你在哪嘴巴呢？哦，不好，要怎么办？他呼出来了。在冒烟了，赶紧停下来。你把他飞出来啊！哇！干嘛啦？我刚刚有朝往路可以杀死啊，但是会释放恐怖，就已经知道了，就会心里感觉不好，所以就要带过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天啊，我怎么用在电锅蒸肉粽？太难了！终于找到一个换电锅的理由了。好想知道蒸蟑螂的味道是什么。